这个阵容这几个不是特别好打，凑合吧。唐诗，看来是弹射还是怀表？弹射。这边打他的话，他肯定鸟就接上去了。哎，这么给面子的吗？鸟也没给上。前方带人皇七，应该不是，看见他了。不回，我这边要集隐身。太亏了，发掉事情。有鸟，这人是铁定会被救到的。看能不能远程拦截一下。好像是卖掉了，鸟骗出来了。然后远程拦截魔术师，两台这些我直接走。这个前锋。怎么还在修啊？这魔术师不救啊，不救那我接着挂了。沉迷修炼机无法自拔，他赶不到了。赶不到呀，干嘛呢？我有欧皇斩了，
我猜他又在这。翻进去。今天别这样走。要救我！开个二级狙。送刀 ，nice， 这个隔上去给满分，终于有点用了。他儿子在这边修电机。的人被偷了，那我就完了。里面是个儿子，然后好像是在远处修。又开始不给力了。都在修，那就装个天然气直接走，满配直接走。魔术师是在小木屋，这边是个残血的前锋。啊？不是吗？哦。跳不跳？跳不跳？就是这狙。啊！我没点吗？我点了呀。哦哦哦，点的是那个愤怒，尬住了。
界师，那就开局去小那个大房子。哇，有人修人王机啊！膨胀啊，小伙子！啊，这还有一个人。割上刀，割上刀，割割割！哎，天胡开局，当面膜人啊！这次有黄展，哦，没意思呀。还有机会，还有机会，哦。哟，我撞墙了！整个封印吧。人呢？哎，差点给丢了。这边医生要把。要把前锋摸好了。杰斯，把他挂在外面。八成三个人全都是大房子。摸好了。至少还能哦一下。
绕过去了。摸衣裳吗？摸不起来呀，打了钻了。没太久了，怪不得一直炸。哦，内部电机啊，大王哥，要不要去啊？我就懒。看一下，万一是个结石，你看我是什么来着？还是怀表哎。有加速的，那肯定是要锤的。他卡住了，打气球的。这个时候愤怒就有用了，完全不是。哎，天气好像，好像多了。
没有，那打个锤子，那头打，因为我想要打压迫，抬了个狙。 没球啊！哎，来骗刀的。 放弃挣扎了。
个人也是够怂的，把他都吓了。能不能骗一下？打出去！哇，他们好尴尬呀！找个空姐丢了三台电机，真实。然后这边还不是三连，简直就是亏出血。空姐枪还没交，然后把空姐摸好，又是一个怀表，头大。我要拦住空姐，拦不住的话就完了。干嘛呀？这是不救了，不救了，算了，拜拜拜拜，你老老实实，你去。别救空姐，别救空姐，哎，哎，不救空姐就行。完了，我
挂了，他就跑了。挂了队友。自己遇到了就是好事。一过没车了，我看左边是谁啊？强尸，那就不用管了。这边有一个人，堵在后面了，先知。贼呀，小伙子！还好没带风冲。Nice。看空姐身上，空姐的人亡机应该在这里面。哎，看见你了。稳赚不亏。然后我又能拦截一波人。不救了，好无情啊，不救了。空姐儿挂了，哟！哎，他卡到自己，好像把自己卡住了，卡的，卡的好。
看这一把结束的多快呀，大概10分钟吧，5分钟左右。哎，人呢？救人去了。